我来调皮的时候，爸爸就会说他是臭小子，然后他现在都会自己作词作曲，他就会说妹妹才是臭小子，臭小子。身为四个宝贝的妈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有没有特别让你觉得哎好可爱、好有趣，还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事？每天都有，应该很多。我们家宝仔老三现在三岁，今年快要满三岁。然后妹妹呢一岁多，他们两个现在就是每天在家里上演他们的后宫甄嬛传，就是要取得我皇太后的芳心这样。我抱着妹妹，然后妹妹就靠在我的胸膛，然后就很幸福的样子这样。那宝宝看到大人，哇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朵拉真美，以前没看到像他的，三步并两步就倒到我右边的肩膀上。大家听你讲狗仔跟朵拉的故事。对，每天都这样子。每天我在调皮的时候，爸爸就会说他是臭小子，然后他现在都会自己作词作曲，他就会说妹妹才是臭小子，臭小子，臭小子，他就会一直自己创作，非常可爱。每天就是哇，又好气又好笑。今天鼻孔搓到天蓝了，哦，真的，去到哪里都要搓鼻孔，可是也是应该的啦，就大家一起搓起来，耶，一起守护我们这片土地。节目或是喜剧都没有受到影响。哎，目前都还没有收到通知，持续观察。对，也希望大家都平安。是特别有什么愿望？就是真的很希望这个疫情啊，我们大家可以快快恢复正常的生活，因为真的造成很多的影响。然后两个大女儿他们都是停课的状态吗？高中的停课了，因为学校有确诊，学校那时候都有安排到。对，一个高中一个国中都是学校安排。对，都是学校安排一起打。对，两剂。就比较不会担心，但是因为家里还有两个这么小，然后妈妈，对，妈妈虽然也有打，但因为毕竟年纪还是比较大，就叫她不要出门。昨天我一回到家，我生日嘛，她就冲过来要抱我说：“妈，等一下我还没洗澡。”她就哦，好好，那我们隔空抱一下。小的就是我们换衣服之前不会碰她的，就躲在床上，我一回家就开始追着我跑，我就是冲去厕所。赶快先全身脱掉，赶快洗澡，这样。三岁的孩子哇，懂得真多，也是蛮欠揍的，但是就很可爱啊。他很会塞奶，很会撒娇，然后做错事情他也会道歉。对，他会说哦，对不起妈妈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不会了，这样。那你就会马上原谅他。他会对妹妹真宠啊？会，他不会说谎。比方说妹妹哭，我说为什么妹妹为什么哭？我刚刚这样啊，就把他推倒，再推一次。我说不可以这样，把妹妹扶起来，跟妹妹 sorry， 妹妹 sorry， 哦 sorry， 要疼妹妹哦，要疼妹妹。然后下一次还是，等到妹妹会讲话以后，等的就惨了。就妹妹看起来就是一副很懂事的小女生，她一定会哇让她哥被她爸爸揍。